大人，我们已经到达了。紫金大人，羽山行宫已经被淹了，水都齐腰深了。继续观察水情，有情况立刻来报。诺。所有人，跑步前行，争取所有物资跟上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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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来了，大首领。哎呦，义军的儿子们也来了啊！大首领，哎，我带了一些人，又带了部分食物啊，还有些物资正源源不断的运过来。真的啊？哎，太好了！哎，于顺，为什么要在这儿开口泄洪啊？大首领，这羽山的下游啊，还有众多部落，都在积水的南边。如果在那里开口泄洪，大水必然会淹了那些部落，所以我才选择在这积水的北边开口泄洪。太好了，在这儿放水啊。 主河道里的水势就会小得多。如果再合适的位置多开几个口子，这场大水灾应当喝不了我们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于顺，你就吩咐吧。我们这些人应该干些什么？对，吩咐吧，你就吩咐吧。好，大首领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你带领着这些人啊，去那边干，我们就在这原地干。 我儿子羽儿说的没错，羽是水神，天不绝我，天不绝我！你们几位啊，可真是好样的，干得不错啊！都回来了。 顺领着你们进入山林，都没有迷路。没有，若不是从晋主到达泄洪处，咱们华夏今年的损失恐怕就要大了。进入深山，经历暴雨疾风而不迷失方向，顺堪当大任呐。帝君，这次泄洪虽然没有完全治理水灾，但可以看得出来，于顺定的疏浚之法还是可行的。
你笑什么？啊，我校帝君心思缜密，对虞舜的考察也极为严格，先嫁二女关其内，然后再派八子关其外。这次你该放心了吧？什么也逃不过你的眼睛啊，大首领的眼光真是敏锐。是啊，要把东夷和华夏的天下交给虞舜，不能不严加考察呀。嗯，哎，虞舜呢？哦，虞舜带着娥皇还有女婴去下游几个泄洪的地点看一看，他跟我说今年的洪水比往年都要大，他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情况。嗯，好，好，都跟着虞舜好好学吧。诺。都下去吧。帝君，嗯，现在看来，鲧治水的淹堵方法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啊。是啊，起初倒是有些成效，减轻了华夏的灾情，可看到华夏淹堵却造成了东夷的灾情加重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。果然多年淹堵导致华夏河段泥沙淤积，水位上涨，这次大水已经证明了鲧是错的。唉，教训啊。帝君，你也不必多虑，治理积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走些弯路也在所难免。可走了弯路还不知改悔，就不可饶恕了。姐姐，你说我们嫁给舜哥哥两年多了，他为什么不跟咱们亲近呢？不是挺亲近的吗？难道你就不想给舜哥哥生个儿子吗？想啊，可是儿子应该怎么生啊？你就不能跟我说说呀？这种事情怎么说呀？你还是回去问问母亲吧。行，回唐都问母亲去。哎，你们看看，如果不发大水啊，谁也看不出来那里竟然是一个泄洪的好地方。如果在北边开个口子，不仅能够减轻主河道的水势，而且还可以使低洼之处变成良田，一举两得。是啊，舜哥哥，除了治水你还想别的事情呢？想啊，除了治水啊，我还在想两大联盟联合之后的事情。那还有呢？没有了。你和我姐姐一样傻。什么？没事儿。哦，哎，走吧，到前面看看。好。帝君，帝君，帝君啊！这次大水，让我们明白了不少事情。首先就是治水的方法该以淹堵为主还是疏浚为主，现在应当有个结论了。鲧在多年的治水中坚持淹堵治法，这给华夏河段埋下大量的隐患，这次大水险些自食恶果，教训是惨痛的。不过疏浚治法虽然正确，但如果华夏和东夷各部落不能协同行动，那再好的法子也是空的。这次若不是高尧大首领率领东夷人赶过来，那么华夏的灾情还要更加严重。帝君客气了，两大联盟共同治水，这是我们事先商定好的，我尽力也是应该的。现在我们要商讨的是两大联盟如何解决治水中的协调问题。帝君，治水之事还是请虞舜来说吧。啊，大家坐下吧，坐下说。
这次治水，让我们东夷和华夏联合起来了。但有个大问题，双方只是按照自己的规矩办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才能成整体？我们的规矩只有一个，大家必须严格遵守。各位大人，你们看看，我们现在缺的并不是治水的物资啊，而是华夏的物资根本就不往东夷的河段送。这东夷也不跟华夏相互配合，这水我们还怎么治啊？如果这洪水一旦泛滥的话，失去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田地、我们的牛羊，甚至还有我们的家人，到时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。各位大人，我恳求你们真正的做到联合起来吧。帝君，大首领，我提议谁不服从调遣就撤换他。各位大人请看，华夏和东夷的部落加在一起怕是有数千个之多，部落的大小事情都是由首领们说了算。据我所知，过去的部落首领都是公推出来的，可现在大部分的部落首领都是世袭的。但咱们怎么撤换这些部落首领呢？各位大人，你们说说看。三王时代的部落多如牛毛，让如此众多的部落能够政令统一，是虞舜过人意志和智慧的体现。各位大人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说出来大家看行不行？谁如果不听从虞舜的调遣，将施以重罚，比如说以前罚一车粮食，从今往后就要罚两车粮食。重罚之下，法子可行啊，让他不敢不听调遣。我觉得这个法子呀，是比撤换首领要好一些。可是有一些富人，他们根本就不怕罚这些东西。依我看，要想一些更加严格的惩治法子才行啊。说得好，帝君颁布了五行的法典，我跟帝君商议过，法典要有一些改动，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这个法典。有了一个严格的法典，联盟的部落才会变得更加的强大。各位，我希望从今天起，大家都听从治水总首领虞舜的调遣。诺。对于五行法典的修订，成为酋邦体制迈向国家体制的第一步。尽管五行的完善和真正实施的过程用了几十年，但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步，表明唐尧和虞舜开始把建立国家的梦想变为了现实。你号称神医，又是孩子们的义父，从他们举办婚礼到现在啊，有两三年了吧？可娥皇和女英怎么还没怀上孩子呀？我和他父亲啊，年岁大了，还急着抱外孙子呢。哎呀，我也着急呀。起初我看他们形影不离的，觉得很快就会有喜，可后来总不见两位小主肚腹鼓胀，以为他们小夫妻不懂这些事情，我就偷偷地问了女英。女英说啊，虞舜见了他们如同见了帝君，敬畏还来不及呢，哪里敢亲近呢？这敬畏归敬畏，可夫妻就是夫妻嘛。夫妻不亲近怎么能叫夫妻呢？嘿嘿，义父你看那儿真好看。妹妹，你慢一点儿。
义父啊，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对呀，来看看风景，顺便啊还要教你们一些不懂的事情啊。义父啊，什么事情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别问了啊，跟我走吧。啊，嗯，来，义父，我来扶你，小心点啊。好好好，义父慢点，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就是啊，啊，这是咱们永绅氏的神墓，也是归瑞所有部落敬奉的眼眉神墓。哎，你们俩给这神墓行个礼。义父，这棵树可真粗啊，怕是有几百年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你们看这一片大的树林呐，都是这棵神木的子孙，咱们有身世的祖神就是照着这棵神木画的。这么大一片树林子都是神木的子孙，他可真能生养啊。是啊，咱们归瑞所有部落婚嫁的男女，每年到了万物繁衍的季节，都要到这里来敬奉这棵神木，以保佑咱们归瑞人丁兴旺，多子多孙。敬奉的活动要十几天呢，叫做高梅之祀。高梅之祀？嗯，没听说过。这个我听说过，只不过义父没带我来过这儿。你那个时候还太小，还不到婚嫁的年龄，按规矩是不能带你到这里来的。你们看这大树上的枝枝芽芽，可都是这棵神木的子孙啊，没有这些枝枝芽芽，也生养不出这一片大树林来。来，你们俩抱着这棵神木，闭上眼睛许个愿。哎，你今天在神木面前许的什么愿啊？你先说。我想给顺哥哥生个孩子。哎，你呢？让神木保佑夫君早日治水成功。你可真傻，神木他只管生孩子，不管治水。那我许错了愿了，女婴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嗯，也不能算错吧，回头再去许一回不就成了？嗯，女婴啊，这次啊回唐都，母亲可是跟我说了啊，她说既然咱们做了夫君的女人，就得给她生孩子。嗯，姐姐来给你一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义父给的子孙符，能保佑咱们多生子孙。哦，一定要贴身带着。走走走，慢点儿。干爹，你说你着急拉我来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这件事非办不可。哎，到了，许愿神木。干爹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啊。怎么了？哎，这事儿还小啊，成亲都这么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，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干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最近忙着治水的事情，可能怠慢了他们。你放心，
我尽快让你抱上孙子啊。干爹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啊。我先去忙了啊。顺顺顺。哎，这臭小子。他们行军的速度很快，再有十几天就到我们这里了。帝君，大首领，玉帅，你们找我，你来得正好。三秒，已经出兵了。什么？这么突然？嗯，幻都已经跑到三苗去了。我估计，幽苗氏是感觉到咱们联合的行动加快，对他是个威胁，所以有些坐不住了。啊，他们走了多少日子了？离咱们这儿还有十几天的路程。带了多少人马？不清楚。不过，根据哨马报告的情况，怕是有几万人之多呢。几万人？他们怎么能集结到这么多的人马呢？当年我和幽苗氏大战于丹水，他们就出动了20000多人马。三苗的地域辽阔，部落众多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其力量不可小看呢。他已经派人来下战书了，约在一个叫三威的地方谈判。于顺，帝君的意思是想问问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啊，帝君，大首领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在这里集结起兵，准备迎敌。我带着少量的人马去三威探探虚实，之后再定。义父，啊，你去过三苗那地方吗？去过。那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我还发现啊，三苗的草药真是神奇呀，都是咱们这儿没有的。去采过几次药。三苗啊，我还真去了不少的地方呢。哎，义父，三苗大吗？我在三苗行走了大半年，也不知道三苗到底有多大。不过我觉得呀，就是把咱们华夏和东夷加在一起呀，大概比三苗的那个地方也大不了多少。哎，义父，哎，三苗那地方有这么大吗？有，当年啊，帝君在丹水打败了三苗联军，两家呀在丹水盟誓永不再战。啊，从那以后啊，两边的民众互有来往，这些年你们可都看见了。归瑞的集市上啊，咱们经常能够看到三苗的人。哎，义父，那既然是这样，有苗是为什么还要来打仗啊？哦，他们是怕华夏和东夷联手消灭他。这回啊，是场恶战，比丹水之战要大得多了。啊，我担心于顺没有带兵打过仗，他能不能？可是上回顺哥哥逼三苗退兵，不是指挥得挺出色的吗？那次不是并没有打起来吗？啊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早年在三苗采药啊，我认识了一个叫方向的人。这个人在三苗是有名的药师和神医，号称竹意之神。有苗氏啊，对他十分的器重。此人不光是医药本事过人，而且极有见识。还是个很正直的人，如果你们到三苗啊遇到他的话，哎，他或许对你们有些帮助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有苗氏要打仗，就让他过来，何必在三维谈判呢？可打仗毕竟是件凶事，他有苗氏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或许是想试探咱们的虚实吧。这三维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三威在吉水和长江的中游，是一个平原呢，华夏、东夷和三苗的分界之地，十几万人打仗都摆得开阵势。不，所以有苗氏约我们在三威作战，从地形上讲对他极为有利。这样看起来，这个有苗氏心机极深，我们一定要防着他点儿。走。于顺啊，这次谈判唐瑶和高瑶为什么不来啊？却派你这么个年轻后生，怎么是瞧不起我有苗氏吗？
大酋长，此言差矣。华夏和东夷两大联盟联合以后，我作为两大联盟的治水总首领，这次又是带兵总首领，我来跟你谈，怎么说是瞧不起呢？于是啊，我和唐瑶大战丹水的时候，你几岁啊？哦，三四岁吧。后生可畏呀！啊，上次你用计策骗了我，看来我还真不能小看你这个后生啊。大酋长，你过奖了。这次叫我们来，有什么话，你就直说吧。宇顺啊，你一路上走过来，可看到了我的兵营？我看过了，少说有四五万兵马吧。四五万，整整六万呐，是当年丹水大战的三倍。哇，这么多人呐！那要是用来治水的话，这工期能加快好几年呢。这治水？大酋长，你笑什么呀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的太对了，可我这六万人马，不是用来给你治水的，他们的草鞋，要踏平你们东夷和华夏的都城，让天下只有我三苗的战旗在飘扬。又是打仗。大酋长，多年以前，三苗和北方的联盟打了多少的仗？两方死了多少人，损失了多少财货？可打到今日，谁把谁给打败？倒是这华夏和东夷两大联盟，没有打仗反而建立起联盟，难道三苗就不能效仿吗？于顺，现在已经到了用弓箭和刀枪说话的时候了，你再能狡辩也没用。既然这么说，那你们还请我们来谈什么？我们大酋长提出三条，只要你们能够答应，我们就可以退兵。好，哪三条？请讲。第一条，每年向我们大酋长缴纳贡税，包括各种物资、农具、陶器，把你们征收的十抽一税六成交给我们大酋长。那第二条呢？第二，每年送五千名16到18岁的姑娘小伙子到三苗。第三条呢？第三，让唐瑶和高瑶俯首贴耳，奉我们大酋长为天下的共主。李顺，你笑什么？难道我们大酋长不能当天下的共主吗？我没有说不行。其实这天下的共主，谁当都可以。说得不错，天神没有规定天下就是谁的。可是，只有这有德之人才能主政。谁是让这全天下都信服之人，谁才可以做这真正的共主。于顺，让你说，谁是有德之人？谁对着天下有德，谁做出让天下人信服的事情，谁就是这有德之人。笑话！哼，用仁德说话的时代早就过去了，现在是凭刀剑讲话了。你回去告诉唐瑶和高瑶，他要是答应我这三个条件，我就退兵；否则，就让他们到三昧来决战。20日后不来，我就挥师倒平华夏和东夷的都城。看来，一场大决战是避免不了了。比起当年的丹水之战，这场战争的规模要大得多。又是一场死伤万众的大杀戮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以仁德待三苗，
可是一直没能感化他。难道是我做得不够好吗？帝君，高尧以为仁德只能施以懂得仁德之人，而永苗氏贪于饮食，觊觎货会，对被称为饕餮的人而言，只能用刀剑让他懂得对他施以仁德之人之心。话虽是这么说，可以想到血流遍野的情景，我还是于心不忍呐。有苗氏现在发动战争，我看是有三个原因。一是怕我们两大联盟合并以后力量强大了，会联手对付他；二是一旦我们治理水患成功，就会全无后顾之忧而放手对付他；三呢，是欢都谋害总首领的事情败露，跑到他们那里去把我们的情况告诉给了有苗氏。所以有苗氏这次是倾巢出动，想和咱们决战于森威，看来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。那就打垮他。我就不相信华夏和东夷的联军还害怕他吗？哎，关，你一直掌管着华夏的军务，过去又和欢都过从甚密，你说呢？帝君，我们的关系啊，谈不上甚密。我和共工、欢都都是武将，又在一起治水，只是喝酒谈笑多一些罢了。这次三苗是有备而来，胜负难料。啊，于顺是治水总首领，我想听听他的告诫。好，那我就说说。这次大战，三苗部队准备了60,000的兵马，而且因为他们备战已久，所以兵强马壮，训练有素，而我们仓促间只能调动40,000兵马，还参差不齐，缺少兵器，这悬殊很快就看出来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有苗氏他不攻打华夏和东夷，而约我们在三危地区决战，诱我兵马远行，利用我们的短处去碰他们的长处。有些话呀，我想单独跟帝君还有大首领商议一下，你们都先回去准备吧。有什么好商议的？如果你害怕，就把兵权交给我。我不怕。哼。这于顺卖什么关子呢？有事还不对我们说？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反了。怕人家听不见啊？如果这次失败的是三苗怎么办？啊？好，我看这个主意不错。大首领，你说呢？咱们分兵两路，由我跟帝君带领一路人马，于顺带领另一路人马。好，抄有苗氏后道，断其粮草供应，这样有苗氏就无计可施了。好，大首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由我跟帝君承担失败的全部责任。对，我们就一起用脑袋去记祖宗的大旗。义父，真想不明白，顺哥哥为什么要让两部联军退兵呢？这仗还没打，怎么就临阵退缩了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妹妹，别瞎想了，夫君退兵啊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共工兄，久违了。你不得无礼。退下。好你个混蛋啊，一走就没了音信，还带着三苗大军过来要宰了我们。公公兄还是这么真性情，火爆脾气啊。公公兄息怒，听我说。说。我已经替滚兄在大酋长那儿
谋到了副酋长的位置。公公兄，如果你来，也是权倾一方的地位。我明白了，是让我们倒戈。我可真是为了你们好啊！帝君现在只听于顺和高尧那两个东夷人的话，哪里还有你们两个的实权和地位呢？要是等到华夏和东夷全盘崩溃的时候再来投诚，到时我和大酋长说再多好话，怕是也没用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大酋长，就说我们答应了。你不和滚兄再商议一下？我们已经商讨过了，你别总是往这边跑，让他们发现，我们可就全完了。这些日子你派人跟我联系就行了，我回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接到命令，两部联军全线退兵。哦，还没开战就要撤兵了？可能是他们觉得双方力量悬殊，硬拼不是办法，或者有什么缓兵策略。于顺只跟帝君和高尧商量，别人都不能参与，我也说不清。哦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回去吧。你和滚兄多保重。我们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。公公兄说的哪里话呀，你和滚兄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。怎么我都弄不明白，这仗还没打呢，咱们就拨马而逃，这不是让华夏和东夷人丢尽了脸面吗？帝君他们自有安排，咱们还是不要瞎猜了。总首领干什么去了？他这个治水总首领，眼下又是统军的总首领，为什么不跟随大军行动啊？总首领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咱们呢就别跟着瞎猜了。走！报告大酋长，没有发现一个虞舜的兵士，他们都跑了。既不战也不降，干脆一跑了事。这可不像唐瑶和高瑶的性格。他们在搞什么鬼？大酋长所言极是啊，事情看来并不那么简单呐。是有点可疑啊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次我们三苗的兵力比他们两部联军加在一起还要多，而且我们的军队训练有素，武器精良。他们的军队这些年都调去治水了，久输战阵，毫无胜算。等我们进了华夏、东夷、归瑞三座都城，我看他们还往哪里跑？他们也只能躲进深山野林喂豺狼虎豹了。再往前走有条岔路，方向啊，在你和伯强去东夷和归瑞，我和欢兜到华夏的四方台。哦，切记一路进兵，要多留神，不要中了埋伏。诺。大家都听好了，荡平三大都城，我们在归瑞和庆功酒，然后上泰山祭拜太阳神，我就是天下的共主。共主！共主！共主！让你们闷在罐子里三天了，真是对不起。现在可以告诉大家，为什么咱们要撤军了。各位首领，按照总首领的计划，我跟帝君带领大军佯装退兵，让有苗氏轻敌骄傲。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要做的，把东夷跟华夏的食物都藏起来，让有苗氏找不到食物。第二是在此处分兵，让有苗氏感觉到华夏跟东夷要散伙了，不在一口锅里吃饭了。
迷惑对方，然后伺机寻找机会来消灭对方，同时呢也要切断有苗氏的粮草供应。总首领的法子好啊，这六万大军被切断了粮草，不就成了难民大军了吗？六万人呐，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，一旦切断了粮草，那他们就只能人吃人了。现在分头准备，向华夏跟东夷分头撤兵。要撤就撤得像样子，让他们信以为真。这件事情我带人去办。好。帝君，大首领，总首领呢？总首领这个时候恐怕已经到了有苗氏大军的后面了。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，夕阳天高歌长吟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，蜿蜒的阡陌百家耕作，蓝遍天下方士泱泱大国，谁策马饮恶四海在我，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泛舟看向诸斑驳，山巅撒旦爱赤膊，万川之